别练了，洗手吃早点了啊。爸，来，穿上衣服，别着凉了。不会的，练武的人呐、啊，百病不侵，就是病也不怕。反正有你这个准医生、啊。别嘴硬，打针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阴险呢？谁不怕打针呢、啊啊啊？你看你看，我说了你还不听。好，我穿上可以了吧？穿上吗？啊，不是，像你这样负责的实习医生，医院实在太需要了。谢谢主任夸奖，陈主任，十二号病人手术已经准备好了。好好好。前几天踢足球黑了风，可能感冒了。那你去休息一下吧。不行不行啊，今天我是招待，怎么能扫他们的兴啊？哎，来了。叶经理，欢迎大家光临啊！谢谢捧场，可以啊。今天校友会啊，因为你们来临，真是声色不少啊。对学姐的话，不必那么多外交辞令。广告公司工作好吗？嗯，拿着薪水给人做事，如此而已。听说您送到了一家公司，他们的生意就蒸蒸日上了。哪里？只不过有目前的哎，怎么没带男朋友来呀、啊？哦，他到大学上班去了。嗯，我依然是孤家寡人。这是你的毛病，爱挑剔。我的个性是什么？年轻的女孩子，我谈不来。你就是爱你足球，啊。
啊，对了，我有件事情要麻烦你。我用得上我义不容辞。我们公司要招好模特，我想请你来当评审。哦，这种事我很乐意做的。什么时候呢？到时候我再通知你好了。啊，你去忙吧，不要光照顾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陆一鸣，过几天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哦，又要我帮忙？我们妈公司要过来，要替黑宝儿子过去订婚啊！那好啊，恭喜你名花有主了。不必呢、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想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啊！鲜花？嗯，好、啊，你要我当花瓶？陆一鸣，帮个忙吧。我今天已经够忙的了。我是说，相信那个你做的男朋友还要真的是这样，这种事我不敢。一鸣，这是你一辈子的幸福，你难道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？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离开你远一点，我把感冒药给你。哎呀！哎，我这样找你，陆一鸣这小子怎么就病了？他身体不舒服，让他休息好了。笑着又突出见笑，身体好得很。感觉你快吐了。哎，当招待的，怎么可以在这出来？唉，我对这次校园我也不够累坏了，前面有吹风，可能感冒了。感冒了？感冒？哎，我介绍你去看医生。斌哥，来，你先别问，到了明爱诊所，你自然就明白。王医生到欧洲开会去了，暂时由方医生代诊。今天病人很多啊。当然，等一下还会更多呢。好，小姐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儿有个俏医生吗？俏医生？我不懂。你什么病？我不是来看病，我是来看人的。你呢？彼此彼此。喂，这位方医生年轻貌美，和蔼可亲，就怕经验不够。什么经验？临床经验吗？床？你是没有所指吧？这家伙就是脑袋疼。哎呦，好疼啊！哦，他跑了！来，进来！诊所，诊所啊！哎，唔该。嘿嘿嘿嘿，又是你！终于说我是肾亏。对不起，还是医学上没有这个毛病。哎，姑姑，那是什么毛病？嗯，据我看呢，你多半是心理上。哎，怎么呀？我吃下饭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不夜宵又多了。咁你做个病理检验吧。啊？干什么？抽血，500cc。500cc 啊？你得彻底检查。下一位。来吧。你来500cc。谢谢来来来来
请坐。好好好好好。哪不舒服啊？这还累着啊？这我舒服，舒服啊。手表要做好保养吗？哎呀，好把工啊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这么年轻就做医生了？医生的，我姓方的，暂时带诊医生医生的。方小姐。哎，不不，方医生，方医生，哎，你优美的风度，高贵的气质，一定会把我医好。病嘅，谢谢，多谢你。方医生啊，听说细菌最好不到的医生是，所以跟漂亮医生没有什么关系。大有关系，你想这个医生如果长得像土匪，那还能治什么病啊？搞不好会没命。那边都有病啊，我老人会死。请到那边去打针。我没有病啊，你的毛病很严重啊。不不不，我只要心冷脚饿了，我给你打点消消药。来来来来，下一位，我只有消消药。大姐，我裤子啊，打什么地方？打屁股。我会上屁股。没关系啊，打了针之后就没屁了。你哪不舒服啊？我现在不舒服，大概是感冒了。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童哥，你给他打一针。哦，好，下一位。过来，过来吧。方医生，您为啥没看清楚我是什么病？就要给我打针呢？打针有两种，一种是真的感冒，一种是鼻子上抹的胡椒粉。啊？因为我没事做，查这抹的胡椒粉打起来看医生啊？哼，刚刚就有几个。幸好我们是急性肠炎，如果这样随便打一针，那不完了吗？陆先生，对不起，头先我误会咗，等我帮你再睇过啦，好吗？等我诊断。啊啊！你唔使心急嘅。原来你真的感冒啊！郭姐，希望没有传染到你。唔紧要，就算化疗病人，我都过噶啦。啊，对了，现在你当了主治医生，有什么感想？体验出人间的生老病死。嗯，那你又多了很多写作的资料了。写作的灵感本来就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出来的嘛。
这么说，你就是承认你的恋爱观点不正确？嗯，为什么不正确？如果一个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能写得出恋爱的滋味吗？我对这方面写得特别清楚，你不觉得吗？老姐，奉劝你一句话，别钻牛角尖了，去交个男朋友，这样你的日子才会过得多彩多姿。嗯嗯，没人追我，怎么交？你呀、啊，人家追你八腿九糟，想让你动心也没有机会、啊。哼，光会说话我，女呢？还不是一样，交不到一个女朋友。追我的女孩子多的是，我正在慢慢的挑。美女大善人自知，好好念书，将来才会有人给你嫁一个。哎，你不过大我三个小时而已，我叫你老姐是尊重，不要老在我面前倚老卖老好不好？疼！不是，大理三百钟头就比你敢吃，至少我知道凉了该多穿点衣服了。不是，好 ，OK， 让我先来，哎。哎啊，哎，来了、啊，小姐啊，哎，加油，好，喂，好，好极了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毛毛那边啊，毛毛那边，好，哎，哎，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这好多店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怎么的？毛毛那边啊，毛那边，毛那边啊，您要吃面啊，一袋啊 ，OK OK， 搞定，唔该晒，哎，来来来，好，睇下呢个点样，不理想嘛，你知不？系咁，啊，那个还可以，下次约来参加面试啊。我们两个眼光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是是是，你搞定没？过来啊，来过来，过来你这边啊，快点走啊。嗯，啊，你坐我那边啊，哎，请你把手放，哎，系啦，冇错冇错，啱埋手，你收低啲，低啲，系低啲，喂，你笑下，呢个就唔错，系啦，佢叫程珊珊，再嚟一个，嗯，系咁啦，望呢边，笑下，嗰边，呢个女仔嘅身材都几好啊，个样几多人中意啊，系啊，啊，郭主任啊，你请佢过嚟啊，哦。我哋见你请你过去吧。好啊。哎，几个啫？哦，啊，寄过嚟呢边啦吓，唔该你啊。系。啊，望住条腰啊。呢位系老恩明先生。郑小姐。系。郑小姐。系啦。我想请问一下。对于美做模特的话，你系咪好有兴趣？系啊，我觉得程小姐嘅气质好啊，呢个公司啊应该尽快同佢签约。啊，请你听日喺写字楼嗰度签约啦。嗯，好啊。欢迎啊，方医
后天是我的生日，到时候请大家来参加 party， 好不好？但你是全靠自由。那么，请大家来吃夜饭，也算谢谢你，是我的运气。我太好了，我家到了，有病准备诊所打针，再见。所以我想改变一下嘛。王，你是王病的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姐姐是医生，看病不要钱的。有这个病吗？真的，要是你病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你才病了呢！谁又不生病啊？别说是你病了，就算你爸爸妈妈生病也不要紧的。你爸爸妈妈才生病，你全家都生病。喂，你是成心爱我是不是？没意思。不过我说的是真的。你还说？好，就算我没说过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我已经被你娶了，珊珊，你可考虑清楚啊！你还没毕业啊！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是你姐姐给你的职业，一边念书一边做事，不是更好？多了，你猜不到了。
抓不到。你怎样？陈小姐，你有没有金手药？要不要？有，你帮我来拿。站住，李光。有人进来。刘姐，小姐，说有电话来，电话要你出诊，这个地址，这是地址。有没有广州？人家说是什么病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好啊，好，没错，你去把药箱整理一下。哦，啊。请问呢度系咪卢峰馆？请问这是卢峰馆吗？是不是有病人吗？是不是病人叫医生？不是啊，没有啊。这里有没有什么病啊？什么病啊？这个小姐我知道了，我要帮你一下。这个是哪个角色？我没有，你读过《狼来了》的故事吗？亏你是个大学生，这个玩笑也没法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但是用不着解释。这完全是非职业行为。欢迎上。翻译翻译上来，你不要怪他。这个思路是我的，是你的。动心灵，每天都不讲激动的。我有精神病，你干嘛开这种玩笑？啊，怪一下，脾气诸葛，气诸葛，怎么会这种下处？哎呀，诸葛未必会出这种点子。各位先听笑话，必来之则安之，把香放下，咱们再醉。你认为我会进去吗？哎呀，你别这样啦！杀人不长眼，就不许算了。哎，范小姐，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打扮，是不好意思，只是一个吃块蛋糕，好吧？我是玉林的妈妈，啊，伯母，范小姐，那不好意思，那你也真是，跟大哥大的，我那个庙才这种玩笑，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，方医生，对不起，我先道歉。你都管好了，快把方总给叫上来。来了，小白。好。方小姐，方小姐。我在厨房去喂你养鸽的，你先坐吧。伯母替你不要跟他提案件。冯医生，我请你，我请你照顾他吧。对不起，我只会看病，不会跳舞。我告诉你，我教你，很简单。我叫你做医生，做学五年。我真的不想跳，请你不要勉强我。你去跳吗？啊，我陪你。
喂，我问你有没有一位方平医生到这来看病啊？我知道我自己请你，谢谢你答应我。我不会跳，哎，不要紧，我来试试啊。范医生，你的电话。谢谢。哎，这个时候你出什么点子？哎呀，我得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。这个电话是他弟弟打的，他弟弟怎么会很凶呢？你说他不在乎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再说，再说，马上就叫他走。您哪位啊？方叔啊，方叔啊，你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假如等会儿他要走呢？要想办法把他留下。看我的。快点睡觉啊。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方医生，我有这个荣幸，请你跳个舞吧。我不会跳你这种舞。哎，这个舞很嫩，这是慢不是快的。变身，以前同而且给你跳舞，是吗？三哥，那如果你耳朵敏感的话，你会发现我的心脏跳得比平常快。我来郑重向你声明，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了。没有在向我示威呀？啊？难道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我总算比你这样光说不练强吧？
大佬，爱是放在心里的，不是拿来当面子的。嗯，你又在发表你的爱情哲学了。感情的事本来要慎重，不然会乐极生悲啊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别再倚老卖老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把他带来给我看看啊？怎么，你又要给他上课爱的教育？你的毛病就是瞧不起姐姐，早晚你会吃亏的。古话说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行啊，郭主任，请你把合同本上给你看看。好了啊，沈小姐，请你看看这张合同。哦，如果要是有什么意见，请你尽管提出来。我有一个要求啊，咁系咩要求咧？不要让我拍到我的镜头噶。这点你放心，绝对不会的。沈小姐，这个是真的，我们公司的制作一向以美感取胜，保证不会让你难堪。嗯，好了，那我就没意见了。嗯。哎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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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嗨，老婆，你来坐。来了。嗯，我姑妈高表弟弟来了。那怎么样？请我喝喜酒啊！哎，别开玩笑了嘛，别给我见面去的呀。啊，教过了。唔得，我可不做这种坏事。为什么？你以前答应过我的。拆散人家鸳鸯，下辈子会当倒霉婆的。你别胡扯了，你都快急死了。晚安，我明天来接你去。你去啊？我可没答应你啊。我情我对你好不好嘛？嗯，好吧。好啦，可是阿哥，先讲好明啊，就这么一次的咋？嗯，谢谢你，姐。好了，那就决定了，我们一块儿走吧。啊，不好了，我仲要等我弟弟跟他女友。那这我先送到吧。好啊，我先走。哎，大姐来啦！哎，这边啊，我先到了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去买点礼物，可以随时请坐。玛丽呢？哦，她从家里直接来，她就到了。女孩子嘛，还特别的打扮打扮。咱们年轻的时候还不一样呢。是是，要点什么？喝点什么呀？柠檬茶。好。季军啊，看你今天好神气呀！姑妈，表哥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玛丽，妈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玲玲，这是我妈妈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妈妈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表哥。您，你要喝什么？今天我姑妈请客。给金汤那个。两杯。姑妈，您看我这个男朋友长得帅不帅呀？您说嘛。表哥，你说呢？明阿明啊，
现在就把咱们的事儿告诉我妈，好不好？妈，妈，我想跟一明先订婚，等大学毕业之后再结婚。是不是那个人？哎，大行，阿恒啊，他好像叫陆一鸣，是我们经理的朋友。朋友来的。哦。啊，姐姐，他就是盛珊珊，我姐姐方杰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叫我名字好。好啊。不过青色和双拥抱还全带六啊，人家可气死了，他呀笑死了。哎，是我呀，张太太啊，刚才呀，刚才是个神经病，快点来啊，等你啊。神经神经病。我解释啊，头先两误会啊，误会。哎呀，你听我讲嘛，真系误会噶，我俾人哋利用啊，快啲。
霍杰，刘天武在逃跑。霍杰，马云是我同学，还有我们中学男朋友，对付过他表哥的。这跟我没关系。哎，李胜，我讲啊，听我说，你不必跟我解释。我跟叶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也没那么好的兴趣。再见，再见。喂，喂，霍杰。喂，喂。你听我讲一个，方杰，喂，我真是人家用的，用的嘞。喂喂，哎，喂，你让我再聊一个好不好？你妈现在我刚才忘了交代我老公，假装回家换衣服，你快点吧，你快点好不好？哎，亲爱的，用车员要求其三，恋爱中男女多多少少有外在的神经症。情绪敏感稳定完整最容易产生误会，这时候重要针对实际情况趁机误会，否则就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。丁聘，这好像是在写我吧。对，方杰一定有点神经质的。写封信求教丁平。吃两天的药再来看一次，谢谢你。